拿到了呢，到了。宋达，谢谢你哦。你朋友他住哪？哦，就在你家小区哦。这么巧？嗯。我怎么之前都没有听你说过啊？哦，刚搬来，刚搬来了。宋达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哎呦，那么客气干嘛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呀。哎，你表妹呢？什么时候到啊？我就在这等她，应该快到了。那一会儿我帮你们拿行李吧。两个女生肯定很重的了。哎，不会是这个车吧？好，没问题。能刷卡吗？可以。